另外有断恶法，断爱染明王，他因为他本身是明王的相，他也有断恶法。那一支箭如果不是花箭，而是真正的箭，你一射，你观想你的这个燕敌在你的面前，燕亲债主在你的面前，你一射，这个燕亲债主他就离开。啊，你这个弓箭呢，一射射你的老板，啊，你的老板就离开了。那谁来当老板？你就当老板。这是断恶法，断恶法，你知道？这个断恶就是那个不好的人老是出现在你面前，你要跟他咔嚓啊，这个分手绝交。那只要用那个弓箭啊射他，一射他就不会在你面前出现，就是这个燕敌他就离开了。这是一种断恶的方法。那么要射以前呢，是在除日的午后，行则立仪向前，面向东，双手射箭式，诵爱染明王咒108遍，燕敌就会退散。